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给我姐开车呢，女司机。哎呀，她都不一定认识道啊。到哪儿了？到哪儿了？还右转，左转那边左转。你看不明白这道吗？左转这不就左转吗？十九公里不左转吗？你看看前面的道。你看他们这帮人傻的，合着右转，咱左转左转啊，不对劲儿的呀。看明白了。这前面怎么还封了？也左转呢？后台车这边。哦。行，走错了。你呀，这辽远的大世界你都不知道。这怎么的？这都知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，老远一条了，哦，这回不能直接左转了。你走错了，你左转。看看，现在得从哪儿挑头走了？哎呦去！你好好看呢。是这个小电驴。开车吧，你跟我说话了。怎么的呢？你跟我说话，怕你怕啥？行了，不跟你磨叽。